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你来认识疫苗混打的知识。那我们知道疫苗混打是可以截长补短，不过要产生更高的效果，接种顺序就成了关键。像目前多半混打的第一剂都是以病毒载体的 AZ 为主，再搭配 mRNA 的疫苗。不过如果是反过来打，效果反而不如预期。AstraZeneca 백신을 1차로 맞은 뒤 2차로 화이자 백신을 맞는 교차 접종을 하면 높은 수준의 항체를 보유하게 되는 것으로 조사됐습니다. 疫苗混打成为国际趋势，尤其目前的主流都是以 AZ 作为第一剂，接着再混打其他疫苗。但您晓得吗？最早会用 AZ 来混打，其实是为了避免它的副作用。当初会有这样子启动一个混打的机制，最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在发现打了一剂 AZ 的这个腺病毒载体疫苗之后，出现了很罕见的这个血栓的副作用，所以才会启动，就是打完第一剂 AZ 疫苗之后，那第二剂来混打这个 mRNA 疫苗。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进行研究，没想到混打之后不仅避免了严重副作用，而且产生的抗体效价更高。只是要达到最佳效果，疫苗先后顺序就非常重要。目前国际上的研究大多以病毒载体的 AZ 疫苗作为第一剂，接着再打 mRNA 疫苗效果最佳。根据研究，如果先打 AZ 后打 BNT， 抗体浓度可以高达12906。反之，如果先打 BNT 再打 AZ， 抗体浓度只有7133，剩下五成左右。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专家解答，因为疫苗施打第一剂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先天性免疫反应，所以要让免疫系统从静止转为活化状态，疫苗特性的选择就至关重要。第一剂如果是以病毒载体的为主的这种疫苗，它的好处是它可以类似于病毒的感染，而病毒的感染的条件下，它可以更全面的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你活化之后的细胞，可能如果再经过像 mRNA 的疫苗，那 mRNA 它能够做出的就是那一段 S 蛋白，所以再针对 S 蛋白这个抗原的部分来进行刺激，再次的活化，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个体产生一个更高针对 COVID-19， 也就是 SARS-CoV-2 的 S 的这个部分。其实疫苗混打已经行之多年，早在新冠疫苗之前，包括 HIV、 伊波拉疫苗过去都有混打的经验。他们第一针使用的是第26型的人类腺病毒载体疫苗，那间隔八周之后就追加第二针，使用的是一种改良的安卡拉痘病毒的这个载体疫苗，它就可以避开重复施打同一种腺病毒载体疫苗可能造成效果降低的问题。其实疫苗混打不是现在开始的议题哈，记不记得我们大概几年前，两三年前，就是可以这个，尤其是长辈们，就是左手打流感，右手打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不一样的疫苗本来就可以混打。过去疫苗混打的原因主要是减少副作用或是弥补第一剂的不足，如今却是因为疫苗短缺，全球供应量不够，再加上变种病毒肆虐，不得不开放混打。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因为疫苗不够嘛，如果混打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当我们手上只有这两种筹码的时候，你怎么去让它交替的去作用，可以用最少的疫苗打出接种最多最大的人口。只是新冠疫苗才开打将近一年左右，而且多数疫苗都还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而是透过紧急授权使用，再加上混打的研究也还没有完全出炉，长期下来会不会对人体有其他风险，安全性仍然备受考验。现在做混打最多的国家呢，就是加拿大，他们打的人数很多啊，几十万几百万人，到底有没有什么严重副作用啊？不过据他们自己国家是说没有看出什么差别啦，不过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也还不能完全证实。面对狡猾的新冠病毒，疫苗混打成为不得已的措施，只能就现有研究进行最好的搭配，让普及率和效力达到最高。